代女神李丽珍，52岁心照曝光变胖了，21岁女儿越来越好看。记得在去年，港媒大量曝光了李丽珍女儿的照片。作为一代女神的女儿，徐艺蓉是1996年时和音乐创作人许愿结婚后生下的女儿，不过婚姻就只是维持了4年，徐艺蓉就在李丽珍在娱乐圈继续拼搏下慢慢抚养长大的。不得不说，徐艺蓉真的是女大18变啊。犹记得小时候看过徐艺蓉被媒体曝光后的照片，那时候看她的相貌，基本大多还是遗传了老爸的基因比较多，那时候以为她长大后可能有点。还有他大概还是学生时候的照片吗，就有点少女初长成的味道了。直到几年前，他的照片在媒体上曝光的时候，居然有人说长得有点像去年的网络红人红桥一姐啊。不过幸好去年20岁的徐艺蓉在妈妈李丽珍的贴心照顾下幸福成长，终成一代极具气质的文青女神，还一度上了香港娱乐新闻的头条。她真的不怎么像李丽珍，就有了自己独特的一种美。现如今的徐艺蓉据透露是在加拿大那边读书，也不知道咋回事，香港人都特别喜欢跑到加拿大定居读书什么的，时不时在自己的 IG 上分享生活照。自从亮相在港媒新闻上，他的粉丝也是增加了很多。而看住徐艺蓉是越来越漂亮，我反而心疼我的女神啊。李丽珍自从渐渐息影回归家庭之后，容颜基本也是随着年龄慢慢增长。犹记得当年李丽珍拍电影在 TVB 拍剧的时候，就是一个邻家女孩，清纯可爱萌萌哒。嫁人之后，回归家庭之后，李丽珍慢慢有了变化，成熟了，有了更多女人的知性美，但也不可否认，脸蛋和身材都慢慢走样了。时光真的磨人啊。日前，李丽珍和女儿徐艺蓉现身香港马场里，在围观场上被记者跟拍到。可以看到久未露面了的李丽珍，脸蛋是又胖了一些，但都算保养得好，毕竟现在已经52岁了，脸上还是化的淡妆，婴儿肥的脸蛋也是蛮可爱的。